大家好，我是鸿建不动产不螺旋立业体的简大祥。那我今天带各位来到了越南的中部义安省的兖州县，这边是明州社哈。那有一个工业区工业群，它的名字叫做兖州县业群。那总共占地是有40公顷，整个盖马路做公共设施，基本上会有30公顷可以来做投资厂房。我们现在来谈到这块地哈，其实它离地面啊，各位看它的稻田到那个地面这边哈，它其实大概只有1米，所以它基本上它这个填土是非常容易的。我们谈到这块地呢，它基本上它的河流的地方啊是在7号路再过去，所以它离河流有点距离，所以它基本上它这边没有行水区哈。大家不用担心它有沼泽地啊，或者是因为行水区造成我们盖厂房的时候有下陷各方面的问题，如果我们打桩没打好的话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。我们谈到哈，因为这块地是在属于在义安省，那义安省大家很清楚，它整个的地形呢，它是在越南的中部这个地方。那义安省我们都知道胡志明先生哈，胡志明先生他就是出生在义安省的。那兖州县这个部分呢，基本上它义安省整个要发展，它把它变为经济的特区、经济区的话，就是属于在兖州县这一个地方。那这块地就在兖州县的明州社。我们谈一下它的位置哈。那东边这边呢，再过去就是海，海再过去就是所谓的海南岛哈。那我们在西边这边呢，西边这边它这个7号路啊，一直走就是到老挝那边去哈。那我们南边的话就是胡志明那边了哈，胡志明城市。那我们北边就是在那一边，那边就是我们往哈瑞的方向走哈。那整个的方向，它的地理位置啊，刚好是在中越的地方。那它基本上兖州县大概它的平方公里数呢，它基本上大概有331平方公里，那人数大概有32万的人口。我们谈到这块地，它离整个河内市区呢，大概267公里，那离整个海防港口大概是309公里，那离清化的宜山港大概是67公里，这里离那个龙市的机场大概是37公里，那离防梅的车站大概是47公里哈，那离河内的机场大概是293公里。我们谈到它的交通哈，它的7号路啊，7A 啊。它是从这个兖州县这边开始，一直到老挝哈，到老挝这个地方。那我们这前面这里呢，前面这个往前这一条叫做 EA， 就是一直河内到胡志明的这条高速公路哈。那基本上在兖州县这里，它有很多的高速公路会经过这边，因为它基本上南北的高速公路、南北的高铁，还有我们整个沿海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，由海防一直到胡志明的。所以它这个兖州县的交通是非常非常的发达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枢纽。我们谈一下整个兖州县这边的经济哈，它从2015年到2020年啊，大概10.16%哈，它 GDP 这样是非常非常高，已经高过它全国的平均数。那整个的它的收入呢，它年均所得的部分是5370万的越南盾。就是大概是2300美金，所以在2020年，它这个兖州县这边就达到了2300美金的这个人均所得，已经是算非常高了。而且它现在重点的发展呢，像孟谦集团它投资的，它整个400公顷的整个生态园区，还有 TNR 它这个投资的海云都市啊，这些它将来就成为宜安市的这个经济中心。我们今天针对啊这个兖州工业群的介绍啊，大概就到这里。那我们鸿建不动产不螺旋立业体呢，专门在做海外到这边来投资的，大家的咨询服务啦、中介服务，还有你所有你来到这边一直到投产，所有整路我们公司都会陪伴你。所以你需要哪里的土地，不管是各个省份，你都可以联络我们，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来看哈。希望我们有机会帮各位来服务，也希望各位能够帮我们这个影片能够分享给各位投资者，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也帮我们订阅，谢谢各位，也上我们的网站看看我们的所有的消息哦，谢谢。